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3月1日，摩老竞技第三次染红。意甲第24轮，罗马1比2不敌克雷莫纳，摩连奴下半场刚开场就吃到红牌。这已经是摩连奴本赛季第三次在意甲染红。此前对阵阿特兰大，摩连奴冲入场内咆哮球证，吃到红牌。对阵托连奴时，摩连奴抱怨球证，被球证出示红牌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